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画山茶花。口诀是先把枝茎来画好，枝条画的要挺拔。接着画好山茶花，盛开、半开、含苞多变化。笔蘸朱砂，尖属红。花萼球体呈菱形，花心要用胭脂染，半干白粉竖着画。点上藤黄要明显。山茶叶子有深浅，半干叶茎勾上它，雌蕊可用重墨画，这样这张画作完成了。喜欢、关注、留言、点赞，谢谢了。